屈原寄放游于江台，心意则盼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渔夫见而闻之悦，子非三女待夫语，何故至于斯，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方，渔夫曰圣人不宁止于物，而能与世退矣，世人皆浊何不觉其泥而扬其波，众人皆醉何不顾其糟而浊其泥，何故生死抛居，自领反归。屈原曰吾闻之，醒悟者必贪官，醒欲者必沉溺，安能一身之察察，守吾之温文者乎，宁负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，而难以好好去拜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。生死好聚，自领方归。屈原曰吾闻之，醒悟者必贪官，醒欲者必沉溺，安能一身之察察，守吾之温文者乎，宁负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，安能以好好之拜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。渔夫莞尔而笑，故意而去乃可悦，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，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，虽去不复与也。Thank you.